新北市民政局推动的行动版网页正式上架了。民众用手机和平板等等的装置浏览民政局的网页的时候，系统就会立即转换成行动装置的版本，点选之后就可以无缝接轨，跳连所有的资讯。为了跳脱以往政府官网给人死板板以及复杂的形象，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特别为越来越多的使用手机或平板上网的民众推出全新行动官网。民众可以透过首页的 Q 版九宫格图像瞬间切换显示页面，使用各项服务，免去以往版面配置跑掉的问题。民政局的官网的网页哦，大概一年有50万的人次会来造访，但是我们发现说用行动载具上网的部分大概有239,000多人，大概占了一半了，大概 48.6%。 那我们希望说营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让民众来使用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就去设计了我们的官网，那希望能透过一个很简约的九宫格的方式哦，可以让民众知道一下说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业务，他想要的资讯可以立即透过九宫格的连结哦，可以发现我们很快的去搜寻到他要的资讯，让民众非常轻易的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这样行动版官网高效率，页面转换、电子晚联及线上祭拜连结最夯通讯软体，透过社群软体或是电子邮件，家属在联络资讯时不仅节省纸本资源，同时亲友也不会遗漏，会比较方便，比较好按。就是像之前的话是很多文字的，你必须要找很多个地方一直拉页面之后，你才可以找到你要的那个栏位。可是现在手机本来就是九宫格，就是简显易懂，你可以直接按，然后就直接连接到你要的那个资讯，这样子。另外，我们也会把我们即时一些讯息放在我们的首页上面做连结，民众透过我们 banner 去连结，就可以即时知道我们现在目前做的一些的业务，还有最新的讯息，还有一些市政的宣导。民政局调查民众使用次数最多的服务，透过视觉风格转变以 Q 版图案显示方法，所有重大活动海报也会在首页快速转换显示，民众可以透过手机萤幕立刻找到需要的服务内容。想要更加了解全新官网的民众，可以利用手机搜寻新北市民政局，或是直接输入网址。谢凤强，市府报道。